料，那我们做个除色动作。今天这一堆是等于是玩票性质。这水是会不会太多了？要横排，你才有办法消掉它，看到没有？太强了，太强了！是啊，你为什么要练那么强？可以把它弄软一点吗？好，再试一次，二分钟。请注意看哦，注意看那个符号上面是写什么、啊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？我这个不是只有攻击力哦。如果有在看的话，可以看到那把剑跟那个爱心哦。所以我有攻击力，还有回复力哦。哦，所以这所谓进可攻，退可守，送礼。哎，这不能送，这个送这个账号是死哈、哦，对，不能乱送这个账号。哦，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队伍。嗯，两秒转出。斜转，斜转，我龙科亏了去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要开龙科？因为龙科可以补血啊，还可以得血，还可以血出。补是有补到的，不过他应该是痒痒的。我们看一下木月可不可以救我们啊、哦？王家转什么猪啊？木月，光暗漂亮，漂亮的光暗猪啊！哦，对他来讲还是痒痒的。两 combo， 我们现在是尝试做一个水队，在这个。非常困难的关卡做一个通关的尝试嘛。嗯，你断出不？断是不断啊，不过可能也是要GG啊，我想一下。双鱼全开压后过去。过去。这个主意不错。请记得巴比伦千万不要开，因为开去还是两秒，谢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今天巴比伦要呈现一个碾压的姿态，把他告过去了。告鬼，告鬼。一样哈，两把剑的恢复力哈，看看有多么 OP 呢？好了，九千多给对方崩脸，毕竟我攻击腐蚀不多了哈，不，补血的腐蚀不多了。斜转拉过来，有没有告过去呢？没有。我们是不太 care 这个路上的那些东西了，只是这个25%盾这个问题会比较大，25%盾这是唯一的难关哦，请各位注意，唯一 A E B E
就是我的唯一。哎呦喂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手机已经有点顿哦，可能我只能用，这是最后一次的哦。木月，切一点珠子出来哦，留着下路何用？不然就 GG 了哈、哦。靠着那两把剑哦，因为百姓只能吹两把剑出来了。还会累个，没关系，我们照样救。老爷，来吧！看一下哦。需要开吗？看起来感觉不需要。哎呀，林老师，我没开龙科有送走吗？有送走，我心中也嘛跳出来哟、哦。我只是为了省时间了，就是他的命都省掉了。开一次好了，因为现在呈现一个很那个画面哦，所以我们开一次。14510，我们血量够哦，我开。珠子看起来不是很优秀。我再开，1234，好，我再开，看起来不是很舒服，我再开，这到底怎样才会舒服？我满载，我的青菜用了，龙哥。基本上刚才属于一个切得非常失败的现象哦，巴比伦不能这样玩，知道吗？看老师哎，好了，欧啦 ，K， 哦，好，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只要豪华队伍到了平民百姓的手上，他也会变得很厉害。所以是队伍厉害，不是百姓厉害，知道吗？哦，百姓很少用豪华队了，因为基本上，对啊，就是这么烂的技术都会玩成这样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就是随便转转3-5就过了，对吧、啊？我绝对不会说这个随便玩玩就过去的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就是平民3-5就可以过了。这个队伍强，人就强，所以善用手中卡牌，你就可以把它发挥到最强。